面对个案的突发事件，新北市的警方都在第一个时间快速的逮捕嫌犯，正积极的追查所有的案件的来龙去脉，每个案子都快速的破案。非常谢谢我们新埔的第一线的同仁，当然面对治安的挑战，我们绝对全力以赴，毫不手软，在打击黑帮、查缉枪支地方被全力以赴，也更期待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，能够追查枪支的源头，还有组织犯罪的整个帮派分子。我们从源头管理，地方全力以赴，让宵小，让犯罪集团不敢造次。市长，传说死者是副发言人的家属，那市长有表达关心吗？如果这个治安事件，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立即逮捕嫌犯，我们对家属请各界给予更多的空间，